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司机学吉他第一季的第二集音乐字母表。在这里首先要向关注我订阅我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么有的朋友问我说，你这个频道应该叫老司机教吉他吗？怎么叫学吉他啊？我呢就是虽然身为老司机啊，教开车还可以，教吉他自称为人师实在是对吧？我希望就借助这个频道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已经知道的一些经验和知识啊，包括一些技巧，要对我来说很实用，所以呢希望和大家一起学习这个吉他。今天的这一集呢叫做音乐字母表。你会觉得可能是不是这个一整个纸板这么多弦啊，这么多24个品，好多音记不过来。其实呢不用着急，这个不需要你死记硬背，咱们在掌握了一些规律和技巧之后，是你可以通过自己的脑子算出来的啊，自己可以自己算出来。这一集呢我们还会简单的提到什么叫做十二平均律，八度为什么叫八度，这个八是哪来的，然后什么是八度。在理解了这些东西的基础上呢，我们会有一个非常扎实的这个基础。这些知识呢其实我发觉很少有人去问，因为大部分人一说哎这个东西叫八度啊，八度好，就八度就长一个调呗，就是更难唱了一点。但其实深研究一下，为什么这个东西叫八度？这八哪来的？对吧？它怎么不叫九度？不叫十二度？不叫36度二锅头呢？对吧？所以就这些东西，虽然很少有人提及，但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我们这一集叫做音乐字母表，那呢，你可以猜一下这个音乐字母都是哪些字母？什么哆来咪发嗦拉西是吗？哆来咪发嗦拉西是字母吗？那不是字母。啊，其实就是 ABCD， 就过去的这个科学家也好，音乐家也好，在命名这些音的时候，采取了非常偷懒的办法啊，就是从这个 A 数到了 G， 而且你算了 ABCDEFG， 只有七个字母，不是说只有七个音，只有七个字母，音有十二个音，为什么有十二个音？咱们一会儿再说，非常的好记 ，ABCDEFG， 到 G 就没了啊。如果有人跟你说这个琴这把吉他可以弹出一个 H 音，你可以删它，这那你可能会问，那我以前知道的哆来咪发嗦拉西是什么东西？我学了假的音乐吗？啊，不，绝对不是啊。哆来咪发嗦拉西这个东西叫做唱名，我们说的字母呢 C D E F G A B 叫做音名。音名和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声音是物体振动产生的，音名和振动的频率是有一个绝对的关系的，也就是说，C。或者说 C1 这个音，就是钢琴上 C1 这个音只可能是有一个振动频率，因为这些东西都被规定好了啊。但是呢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呢要看你使用的是哪种唱名方法，如果你使用的是固定调的唱名呢，那么这个哆来咪发嗦拉西哆代表的就是 CDEFGAB， 等于唱名音名和频率形成了一个绝对的这个关系。但是你如果使用了首调唱名的话，任何一个调的第一个音都可以被称为哆，这个东西是比较适用于简谱的。咱们在这里呢不对这个首调唱名法进行过多的这个解释，我们呢在这里使用的都是固定调的唱名法，也就是说哆就是 C 就是一个固定的频率。咱们现在来说一下什么叫做八度啊，八度好像有个周董有歌的八度空间是不是？八度呢从物理的角度来说呢，声音呢是由物体的振动产生的，如果有两个音它们的振动频率正好互为倍数的关系的话，那么这两个音之间就互为八度的关系。什么意思？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音是440赫兹啊，赫兹呢就是这个每秒钟振动多少下，就是每秒钟振动440下啊，有这么一个音在这个频率上振动，然后有另外一个音在880赫兹的频率下振动，这两个音你就发现880是440的一个二倍，对吧？所以880的那个振动的频率的音就是高八度的一个音，然后440赫兹的那个音对于880赫兹的音来说它就是一个低八度，这两个之间互为一个八度的关系。这个用了度的这个词呢其实是在音程的这个概念里边才会用度
这个音程的概念可以抽象的理解为是音到音之间的一个距离的关系。这个东西呢，我们在这一集里不用细说，我们只在八度的这个关系里边用了度的这个词。后边我们会回到一个更简单，在吉他指板上更为直接的一个概念，叫做音数的概念。这个东西比那个度啊稍微的没那么容易让人混淆一点。那么我们刚才说了，两个音如果振动频率互为倍数的话，它们两个之间互为八度的关系。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八度的这个八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不叫九度？为什么不叫十二度？为什么不叫36度？为什么不叫52度？对不对？八的这个数字其实是跟人类发现音阶的这个历史和过程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个很久很久以前啊，全世界各个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不约而同的用了类似的这种方法来找到一个八度到另一个八度之间的这些音。他们是怎么找的呢？通过吹一个管子或者是一个弦，弹奏两个音，一个音呢是一个固定的频率，比如说就有一个音一直是这样，然后呢有另外一个变化的音。变化的音呢，我们现在来想象它是一个线性的这么一个变化，就是说它中间不是间断的。在同时奏响一个基准音，就是说这个不变的音和一个变化的音的同时，人类的听觉会自动的在到达八度之前有六个不同的听觉觉得，哎，好像比较和谐，可以和这个基因合在一起的这六个点。这六个点加上高八度的那个一样的音，再加上这个基准的音，一共是八个音。但是大家需要知道的一点，不是所有的民族找到的这些停顿点都是一样的。这个东西如果说起来的话会比较复杂。那么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从古代的时候人们是怎么从一个基准的音到这个基准音的八度音之间找出来的这些一共包括首尾两个音在内一共八个音的这么一个音阶。这种方法呢这叫做律法啊。我刚才说的这种就是非常自然的一种律法，其实后来在全世界在各个文化有很多的不同的律法，找出来的这种八度之内的音也会有略微的不一样。我们现在最通用的包括吉他钢琴使用的律法都叫做十二平均律。十二平均律这个东西呢，很多人都以为是巴赫发明的，其实不是。其实十二平均律据说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代的一个孙子叫做朱载堉啊，这么一个数学家，而且还是一个王室发明的，后来才传到了这个西方。后来由于巴赫做了一个翻译名叫做十二平均律的这么一个曲集，其实它的德语的名字应该叫做完美的调好的钢琴。它这个为什么巴赫在那个时代用了这么一个平均十二平均律来调他的钢琴，就是那个时代人非常喜欢玩各种各样的转调，玩这种特别难的东西，而他们之前使用的律法会使一些旋律在不同的调里边变得没有那么好听了。但是呢这个十二平均律的优点就是无论你变成什么调，这个原有的旋律都可以保持在一个 OK 的状态。注意是 OK 不是完美的状态，因为完美的状态肯定它是有一个对于这个旋律来说最好的一个调的。当然现在音乐里已经没有这些了，因为我们用了十二平均律把这些东西都平均了，所以非常的方便转调，非常的通用。我们可以做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十二平均律就像普通话一样，它在原有的这种语言的基础上做了一定的理性的规定和修改，使得这个语言，使得这个工具有更好的通用性和流动性，但同时呢它没有那么自然了，在音乐上来说呢它就可能没有原先那么准了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所以呢我们其实十二平均律和这个律法有很多可以说的东西，咱们就在这里不做太深入的解释。我们需要知道的其实就是十二平均律把一个八度内的音平均分成了十二份，每一份的这个音啊都是等值的，然后呢每个相邻的音之间隔的是一个半音的关系。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十二平均律这种把八度平均分成了十二份的律法在吉他的指板上是如何被显示出来的。这里呢我们要结合一下上节课所学到的定音的知识。我们通过定音呢已经知道了六根弦的空弦的标准音是哪几个音，对吧，是哪几个字母啊 E A
D G B E， 对吧？所以说空弦的零频的音我们已经知道，通过十二平均律呢，我们知道一个八度之内它被平均分成了十二份啊，包括首尾的两个音啊，包括首尾的两个音。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如果这儿是零，如果这儿是一个咪的话，那么它的十二频也是一个咪，只不过是一个高八度的咪，因为从零到十二频过了十二个半音，到这里正好是一个高八度的音。从十二频往下呢，这些所有的音其实就开始重复这些音，直到到一个二十四频。所以呢，其实我们只用学习前十二频的这些音名就可以了，因为从后边开始是重复出现这些音名，只不过高了八度。比如说一弦的十三频，对吧？和一弦的一品，其实音名是一样的，只不过高了一个八度。好，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了十二平均律在吉他指板上是如何被显示出来之后，我们要继续来看另外一个规律。我们最常说的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在固定调唱名法的前提下，代表的其实就是 C D E F G A B 这个顺序的这些字母，也就是这些音名。这些音呢，在这种顺序排列的情况下，形成了一个叫做 C 大调自然音阶的音阶。而作为一个自然大调的音阶，它必须要满足一些条件。这个条件呢，音和音之间的一个距离的关系。有一个口诀叫全全半，全全全半。全和半呢，说的其实不严格的是这个音程的关系，而是音程关系所含的这个音数的关系啊。其实这个东西您可能听起来非常复杂，但是我们拿吉他来看非常的简单。现在可以拿一张纸，首先呢写上 C D E F G A B C 啊，从 C 到 C， 这个第一个 C 是一个基准的一个音，最后一个 C 其实就是高八度的一个 C。那么把这些字母写好以后呢，我们再拿一个笔，把这个 C 和 D 之间画一个小弧线，底下写全，然后 D 和 E 之间写一个全，E 和 F 之间要写一个半 ，F 到 G 是一个全 ，G 到 A 是一个全 ，A 到 B 还是一个全 ，B 再到 C 的时候是另外一个半，这样来说全全半，全全全半。这个音数的关系在吉他的指板上非常的直观，两个相邻的品之间奏出来的音就是半音的关系，就是半音的关系。而如果两个音之间隔了一个格子，这两个音之间就是一个全音的关系。那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们弹了这个一弦的五品，那比它高半个音的话就是这音，对吧？跟它相邻的比它高了半个音。那如果是比它低半个音的呢，这里，对吧？这所以说它跟它是半音关系，它跟它是半音关系。如果是全音的话呢，那么就是从五品隔了一个格子到七品，这个音跟这两个音之间是一个全音关系，而它和它是这两个音之间也是一个全音关系，只不过这个音比它高，这个音比它低，啊，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呢，我们现在需要知道的只有全音和半音关系，而通过这个全音和半音的这个关系，再加上我们已知的定音的这个标准音高的字母，我们就可以找到吉他指板上所有的自然音。比如说我们从六弦的这个空弦开始，六弦的空弦我们定音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它是一个 E 在固定调唱名里它就是一个咪。那么你看一下咪下一个音应该是 F， 就比它再高一点那个音应该是 F， E 和 F 之间是一个半音的关系，而零到一之间是一个半音的关系。所以我们在指板上找到了这个第一个自然音就是一个 F，F 呢就 F 其实就是发，然后我们再以此类推，根据那张纸，对吧 ？F 下一个音是 G， 下一个音是 G， 但它是一个全音的关系，全音要隔一个格子，要隔一个品，所以 F 到 G 这是一个全音 ，G 到 A 又一个全音 ，A 到 B 又是一个全音，再次发现 B 回到 C 的时候是一个半音，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已经发现了这个空弦的咪发。嗦、拉、西、哆，对吧？我们就已经找到这些自然音。以此类推的话，你可以一直弹到这个十二频，十二频往下又开始重复了。也就是说，到这个十三频的时候，又是一个 F， 又是一个发，跟这个是同样的音名，只不过高了八度。OK， 所以呢，以这种方法呢，你就可以在指板上找出来所有的自然的音。
自然的音呢，其实就是钢琴上的白键，但钢琴上还有黑键了，怎么办？黑键其实就是夹在这个白键中间的这个音，也就是我们刚才全音关系的两个音跨过去的那个格子。我们举例子来说，那么 F 和 G 中间隔的这个音，其实就是钢琴上的一个黑键。这个音呢，既可以被称作为升 F， 又可以被称作为降 G。也就是说它比 F 高了半个音，对吧？这是 F， 这是升 F， 但它呢又比这个 G 低了半个音，所以同样是这一个音，既可以叫做升 F， 又可以叫做降 G。 所以以这种方法呢，你就可以把纸板上的所有音都已经找出来了。首先是自然音，其次是自然音中间的那些钢琴上的黑键的这种带升号或者带降号的音。升号呢，在这个音乐里，这个变音记号一般是以井号为标记啊，降号呢是一个小写的一个 B 啊，小写的一个 B 在这个音的前面，所以用这种方法呢，我们这个吉他纸板上所有的音就已经都知道了。行，那么这节差不多这么多了。那么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希望你在优酷上给我一个赞，然后再来一个订阅。如果是在 B 站的话，请你开启一键三连，给我投币支持一下，多谢了，再见。